这件非常好穿，它总共有三个颜色，我身上的是粉色，它的面料我觉得你们一定会觉得超级喜欢，它是做有点螺纹，然后有点针织棉的材质，所以你穿起来的时候它是非常弹性的。重点是针织上衣啊，它如果穿起来是比较贴肉的话，看起来会显胖，可是这一件的话，我自己个人觉得它穿起来真的是瘦到炸。它这一件就是穿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顺身，然后很软很端，很冰，对，然后也是那种凉爽的，现在就可以穿的，完全不热。它这件你看，它有其有点微微的透肤感，然后我觉得非常舒服。你看我这样子抓它，它是那种软软弹弹的。这个颜色很神秘，蓝紫灰，它有点冷色调那种蓝色，对，很好看。它的衣服是正常衣长，还有如果你们问紧不紧，来，我用一只手指头捏就好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来，完全不变形的。好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弹，黑色其实真没什么好说的，一样给大家看，它的透光程度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最大的亮点是它摸起来触感很柔软之外，我觉得手很瘦，然后真的是随便一指神功就可以拥有两只手臂以上，所以这个弹性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。